可以。好，谢谢，欢迎二位的到来，请步入我们的内场。现在，让我们有请电影《倒数说爱你》剧组的各位主创，有请导演林孝谦，领衔主演陈飞宇、周也，主演赵小棠。这部影片讲述的是一对陷入时间循环的恋人，一次又一次拼命地分享彼此，勇敢拯救爱人的情感故事。无惧命运的考验，双向奔赴的他们能否用爱创造奇迹？影片呢将于4月28日全国公映，我们一起共同期待。邀请四位一起在我们的背板上签名。好，来，有请我们一起来向前两步。哇，导演好绅士，谢谢。说爱你的剧组的各位主创，谢谢四位，请步入我们的会场，谢谢，感谢，感谢各位。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电影《八个女人一台戏》剧组的各位主创，有请导演关锦鹏先生，有请总制片人熊英女士，以及我们的主演白百合赵。